好了，太阳正在慢慢的出来当中啦，我应该待在这边是正确的吧？反正我是一直站着啦，这之前是被我挖掉了嘛？可是应该我不太确定，应该没有影响吧？哦，妖了！传说是真的，什么手下行怪，大家快逃生！就是我们快去火山顶附近打倒他们，打倒谁啊？这是什么传说？这是谁？这是谁？放上去而已，我的椰子，我才刚把它放上去而已。坏，是怎样？是怎样？这是怎样？这是什么状况？这是什么状况啊？等等，上面开始有岩浆下来了。哎！等等等，他是要干什么？他是要干什么？Coco 说了，Coco 说，Coco 怎么样了？Coco 没事吧？Coco 怎么了？我去找一下 Coco，Coco，Coco，传说是真的。Coco 你还好吗？Coco，Coco 你好像还挺好的嘛。Coco 没事哎，所以这是什么状况？这是什么状况啊？他要我去火山顶附近哦。这个是这个人和他的手下醒过来了，火山顶附近打倒他们。火山顶，赶快再过去，再过去。什么状况？没搞懂啊！而且为什么一定要是晚上？还真的来拜访姐妹就行了。嘿嘿，砍！好，赶快上去，赶快上去。呵啊！好多怪，好多怪！这很多的刷怪龙都已经被我给挖掉了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会有野外生存的怪也是很麻烦，好不好？赶快干掉！这边有这个秘密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啊？我都不知道，能得到什么好东西吗？别炸，别炸，别炸！怎么这么多只啊？我就说这个火山特别会生苦力怕嘛。去吧。Oh my god！所以这网啊，干什么啦？干嘛啦你？弓箭手真的很烦哎，不是我在说的，超烦。所以就垫一下吧，一样可以上来。哈哈，这怪会不会太多了啊？这怪真的有点太多了耶，这个。哇，这个家伙都出来了，真是的！不要再射了，不要再射了，谢谢。要炸快炸，要炸快炸，后面的想炸的快炸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要炸了快炸，最好把这些怪都炸死。哇，狂升狂升狂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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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还不死，很好。所以附近真的是一堆怪了，但是那上面一直有岩浆流下来啊。那如果说他要我干掉的人，我把他干掉了，那个岩浆就可以停止流了吗？现在是火山爆发的状况哎。这该怎么办？我怎么让火山爆发了？太有意思了，去死吧！沿路杀过去啊，这个把它打下去吧，然后就跑了，就跑了，就跑了。哇，这个还上得去吗？火山爆发了，把树都烧了，这怎么搞？这还能上得去吗？天哪！应该会有一条路能让我上去的吧？Oh my god！岩浆流到了这里啦，还是能够攀爬得上去的哦。但是如果一个不小心跌入了这个岩浆里面的话呢，大概也就差不多了吧。现在我有不死克星的耐久度都有点低了哦。实在是相当的危险，火山顶附近，好，我们快到火山顶了。火山顶我来了，哎，这个就不应该留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戴帽子的，所以是那个新的家伙出现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了，他不知道是谁的手下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，谁的手下？OK，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，但是砍死就对了。干嘛？你只是一般的弓箭手，也不要这边闹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要打死的怪了。他居然会被岩浆给烧到，那我们还得继续往上爬吗？那个家伙真的在那最上面吗？
我是不太清楚啦，不过附魔宫，这个附魔宫跟那个家伙有关系吗？我们先等一下，我怎么听到有人会丢火焰的声音啊？这个先把它射死了。哎，烈焰人吗？烈焰人在哪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的话我得设法爬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在这附近已经绕了好几圈了，没看到什么特别的怪啊！我还先把岩浆都堵起来了，不然岩浆在这边是蛮麻烦的，所以我先把那个它的岩浆都堵起来，可是就是没发现有什么特殊的怪啊。啊，我看到，我又看到一只了，在这里哦。所以就是说，难道要先把这边所有它的小怪都先解决掉吗？不然没什么特殊的怪了呀。其实，甚至就连那个都没了。有了吗？是你吗？哦，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你了，是不是？我才说嘞，都看不到怪啦。所以你出现了。那附近下面的怪有点多，我先就让他靠近我就好了。哇，干什么？哦，他会喷发，他会喷发，他会用喷发的方式过来的。哇，他不会是会一直招僵尸的吧？他一来就一堆僵尸朝着我过来了。来啊，我有云之火，专门打你们的，不用怕。啊，是我不用怕，你们要怕，你们要怕这样子。呜呼，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你想去哪？哦，就是他，成功了，获胜了。所以打赢他的是得到好多。等一下，有苦力吧？再好的东西如果被炸一下不见了就不行了呀。苦力怕给我后退啊！苦力怕别来，苦力怕去死！快跑快跑！不要炸不要炸不要炸！啊啊啊啊！那个好东西如果不见就不行了。他好不容易掉了一把他的武器，他炸了，但是没问题，但是没问题。所以那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怪而已，可以这么说。我不要你。所以这是什么？哦，折损巨人剑。哦，啊啊！晚上又到了，天哪！好吧。那我们就先，这里的秘密也已经解开了，对不对？嗯，现在还是晚上哦，所以就先那个吧，我们先往前面去好了。那看来是这个群岛这边的事情都已经搞定了。那前面那边还有一条很长的道路，那边应该是那个啦，前往下一个入口啦，对不对？好的，看来这个地方好像相当的和平的感觉，真的好像还蛮和平的。等等，这边好像是一个码头迎接我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这里了，这边就可以让我下去了，太好了。来到新的区域了吗？哦哦，尼拉顿村庄原来在这里。尼拉顿到了，这边有很多的船了，希望你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。我不太能确定到底是愉快呢还是不愉快呢。终于有了村民了，所以这边有中介箱，有什么？我们拿到了这一个巨人剑，它是有锋利二、不死克星二、燃烧二以及掠夺二。所以其实这一把呢，感觉就相当的厉害啦，它就是没有击退，我喜欢。但是不死克星呢，只有二，不是三哦，但它的整体攻击力比较高，所以拿着它应该是比较好的。只是我们有多余的钻石可以使用哦。那既然来到了这个村庄，我们还是逛一下吧。这边是灯塔，是不是？哇，尼拉顿，让我们享受片刻宁静的地方，才怪嘞！片刻宁静，怎么这么多怪？喂，这里面还走了这……哎，这是哪里宁静了？你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 ？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两剑可以给你死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应该可以吧？两剑就死，两剑就死，很好。喂，哪里宁静了呀？这掉的是什么？哦，里面是有苦力怕升怪的、哦。哎，这样不对啦，你只是一直升怪而已啊！赶快进来，赶快进来！天哪，这是一直在升苦力怕啊！这里，赶快先擦亮一下。这哪里宁静了呀？还有一个村民刚刚站在前面那边是怎样？天哪，给我后去，给我后退，给我后退！他炸！天哪，连这里都要被，连外面都有苦力怕呀！这里也没生苦力怕的吧？这好像都是生僵哦，这一个是生苦力怕的。去死！所以这个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原子？水之原子是不是？我的天哪！
不要给我过来！不要过来，没有听到是不是？天啊，太可怕了吧！水之原子在这里得到啦、啊，我剩下多余的都在那个中介箱里面了。哦耶 ，good！ 不要炸，不要炸，不要炸！他把楼梯给炸，可恨的家伙。不过他们都会掉水之原子，哎，而且还蛮会掉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还不是水，冰的原子吗？哎、欸，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多怪啊？外面又下雨了。下去下去下去，死吧死吧死吧！我觉得还是得先把这边都先摆平才行哦，我们才能好好的探索，不然永远不可能好好的探索。死吧！拿错刀了，还有一个。哦，塞，上面应该还有一个刷怪龙，哇、啊！这附近刷怪龙太多了啦，哈哈，还以为是很平和的地方，一切都是谎言。和平只是个谎言。啊、哦，好多怪，好多怪！哦不，哪里来的？你从外面来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外面也是狂生怪啊！哎，火焰原子也会掉，哎，这里会掉各式各样的原子了。啊，苦力怕，到处都是苦力怕的吧？啊，又把我的楼梯给炸了。啊，苦力怕超会生，而且外面在打雷啦，超讨厌的，生的超多超快的，所以这上面就到了最顶层去了。这里就是灯塔会发亮的部分，然而没有什么东西。啊，有奖励了吧？这里总该有了，太好了，这边还有糖啊什么的。不死克星二的经验品这边的生鸡肉呢是可以拿去烤的，就拿去烤一下吧。面包全拿了，其他的我暂时就不拿了呗。这个好像也都还好吧，感觉啦，所以没有必要了。我拿着我们的生鸡肉下去烤一下。哇，你这边也生怪啊，狂生怪哎、欸，哈哈，下面有冰的原子什么的。不过我记得有熔炉在这里就是好，所以这个可以拿去烧了，这样可以多八个，那就可以开始再捡东西了。你这个可以不要再打雷了吗？这个就不用了，换火之原子，再到下面去，这边还有冰的原子吧。这里的话呢，就把我也不知道把什么拿掉比较好哎、欸，这个拿掉好了。寒冷原子哦，寒冷原子啊，啊，各种原子都能得到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也算是个好地方。但是不要再打雷啦！好了，那灯塔的部分呢，就先探到这里为止，我们再下去吧。刚刚那边前面是有一个村民站在那边的嘛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可以逛的地方，稍微的看一下下这样就行了。哦。不要再打雷了，这个时候就很想要去睡一个觉，好像睡一个觉就搞定了吧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是干什么的？哦，他是先知啊，先知你好，我知道你在找寻什么，你要的东西在下水道、长城和洞窟各有一个。由于怪物肆虐，这几个地方现在都用基岩堵起来了，但我敢说你能在下水道找到一条入口，那里便是你冒险的起点。所以先知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咯。那我们要去下水道就对了，下水道又在哪里？先知你一个人在这边没问题吗？先知你这里面是放船的吧？这个对，先知这边展示了一艘船在这里哦。然后先知你知道你们这边的村庄里面是一堆怪吗？先知你知道吗？船运的货物哦，这边都是一些货柜箱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，除了有货物之外，也有苦力怕，还不错嘛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挺有趣的，挺有趣的。我要床啊，我在找床啊。我们先把下面这边的都探一探之后，然后再去探上面那边吧。天哪、啊，尼拉顿，好一个地方，好一个尼拉顿。幸亏我有拿到这一把还算 OK 的
还算好用的钻石剑吧。那边还有猪哦，到时候再上去了。我得来这边找找看有没有床啊。哦，对哦，因为它还有掠夺的效果啊，这一把，所以用它来打怪的话，得到什么原值的那个都会比较多啦。有床了，有床了，先睡个觉好了。这是什么？灾难之屋，灾难之屋，先打掉。还真的是灾难之屋嘞，让我睡个觉，拜托，拜托，打雷，打雷停了吧，请给我停。这是鬼屋，这里蛮有趣的嘛，这里，我的天，好，好，要不是打雷。不然这边真的是蛮和平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打雷，所以我刚刚有到了灾难之屋，还有鬼屋，这里还有什么？蓝色美妙小屋，挺美妙的，很好。那这里面都没有东西可以拿吗？嗯，后面这边还有绿色的小房子，哎，哇，好吧，要不是打雷，这里真的是还蛮好的啦，趣味之家，很有趣味吗？啊，这边。那边是去下水道了吗？趣味之家，睡在房顶就是很有趣味的意思喽。下去，这是下面是下水道呢还是什么？哦，这里在干嘛？不要看那家伙，这边是怎么了？这边是个按钮，这边刚刚被按过了。哦，干什么？这里应该是下水道了吧？这里地下迷宫哦。等等，这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我感觉这个地方也是超多可以逛的感觉。先按一个，来吧，下去。那就是各式各样的这种九宫格的房间在这里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就是有一堆怪就对了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另一方面这边应该有很多好东西可以拿吧。先挖了，挖掉，查一下，好 ，OK， 好像这下面是不是就是专程拿东西的而已？对，这下面应该是拿东西的。Oh my god， 所谓的趣味小屋指的是这个啊，这是怎样迷宫哦？来吧，哦天！大哥，不要这样，大哥不要这样，苦力怕大爷，请饶过我们。有个铁砖呢，果然有很多的东西。那这里应该不是那个所谓的下水道吧？这里应该不是，打死掉再说，打死掉。嗯，我的火把呢？擦光了，我的火把用光了。危险！没有火把就别想混了啊！真的，赶快坐一下。我好像坐太多了，我坐太多火把了，好像没有。这个先丢了，可以。擦亮一下，不擦亮只会只生怪而已。这下面，去吧。所以这里哦，还有绿宝石砖呢、欸。所以是到时候会不会有钻石砖啊？趣味小屋原来是在这下面有很多的资源给我们拿的意思咯。还有煤炭砖是比较多的，这里那里就先不开了哦。这边回来了，别这样，苦力怕有点多，炸吧，一次死一堆，这就是我所期望的。可以。天哪，我就知道。拜拜。啊，好多可以挖的呀。迷宫。这边应该都是。对吗？我走过的，都我走过了，所以这边差不多走完了。看来没有钻石砖欸。有看到了铁砖、绿宝石砖，还有煤炭砖，就这样子。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再过来挖这样子哦。那这边的东西还有这里，又是一堆的苦力怕刷怪龙吗？
应该是吧？对，苦力怕刷怪龙那边刷了。再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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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就对了，炸就对了。哎，啊，哦，这下面也真是不好混啊！这下面，果然没错，尼拉顿的和平只是一个谎言，而且我要上去还是个麻烦。所以这下面已经走通了，我到时候再回来拿需要拿的东西吧。原来是这样子的呀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从这边上去就行了，到时候再过来拿就行了。那这边还有一个是谁？Captain Sparkles 的屋子，哈，这是一个 YouTuber， 这个很有名啊。他说这边也有他的东西，剩 0.5 颗星，但别死死死，怎样？怎样？这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所以那边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上面一直在冒着火的，过去查看一下好了。这边的话都进去过，蓝色美妙的进去过，还有一堆被燃烧的嘛。这个看来应该也没什么。这边先进来看一下，疯狂机关屋。这里等于说只是一个展示专用的地方吗？这下面是可以煤炭砖，我觉得这下面有蹊跷，有蹊跷。这么深的煤炭砖，哦，没有了，没了，纯粹是煤炭砖而已。这么深的地方，还以为可以怎样呢？看来也没有怎么样。好，最后两栋房子先探一探。哦，哎，没东西，这个没东西。然后我们。到时候再往上面那边去，哎、欸，你们好啊！原来是让我们会掉下去的呀！天哪、啊，然后他会被挤死啊！差一点点就要死在这里了，真的，我没事，为什么要来这里？这里不需要来的，不需要来的，这就是这里，太危险了吧！哈哈哈，都是一些害人的东西哦。好了，我们来到了尼拉顿了哦，然后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再继续的往上面过去看一下吧，这上面还有好多地方要探哦。那这一集的话呢，就先到这边结束了吧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哦，我们下一回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